黄旗举高准备，嗱，黄旗举高，好啦，起步嘅时候咧，咁啊出得好齐啊，比较快少少啦嘛，里边落档咧，见到追英出嚟先啦，咁啊守住二三位嗰啲马咧，开边外档就国金财进啦，第三位见到幸运星啊，第四位见到千亿皇帝咧，尾上翻嚟位置接里边内档咧，你见到唔同道理嘅，暂时包尾咧起步慢少少嘅无敌思汉，但系六只马咧都系头尾马，佢哋都系四嘅马位度啫，好啦，转紧呢个600米大弯嘅时候啦，单骑放你见到咧就系幸运星啦，放头先带嚟过嚟马位，收住开边外档二碟，见到系国金财进啊，第三位呢度执紧嘅咧就系幸运，咁样追英嚟嘅，第四位见到唔同道啦，暂时垫后两只咧就系嗰只马喺尾位置，千皇帝咧包尾开住，我当上咧又系嗰只咧就系无敌思汉嚟嘅。好啦，转紧400米弯啦，追英放头跑住第二位咧，见到嗰只马咧就系国金财进嚟嘅。第三四位嗰啲马开边，我当无敌思汉咧，千皇帝上第四位包落尾嗰只马追英嘅话，咁啊里边落档咧都系麻麻走势咧，就系嗰只马咧亦都系唔同道理嘅。好啦，最后百零米路程啦，前面中间越冲越劲就红色帽嘅国金财进啦，里边先嚟咁啊就唔同道，中间夹住都系幸运星嚟嘅。过终点嘅时候，国金财进赢嘅。马利文咧就系唔同道，第三名咧见到系咧，亦都见到幸运星啦。开边我当第四名，见到系千亿皇帝啦，尾嗰两只马咧就系追英，包晒尾就系嗰笔咧就无敌思汉嚟嘅包尾啊。